节目现场很多人的晚上时候一边看电视一边会抱小孩或者是抱宠物咯。你们家养的是猫咪还是狗狗呢？我们叫它毛小孩哦。可是宠物就是不受控制嘛，有的时候到处乱跑，有的时候大呼小叫哦。3C 的科技产品也可以来帮帮您哦。我们今天呢，我们的专家咸鱼爸就来给我们介绍几样产品了。而且呢，其实哦，像有些狗狗嘛，我们咸鱼爸先到这边来哦。可是阿达，阿达问一下哦，哎，这个你们家自己就是没有养宠物对不对？对。那这样的话是什么东西你最需要呢？还是这一款？这个我们等一下会介绍哦。这款是这个远端的监控摄像机，这款你觉得怎么样？哦，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比较需要这个远端摄像机。嗯，因为说你可以。这个东西的话它蛮好用的，它可以放在那个任何只要有插电的地方，然后你家里有 WiFi 你就摆着电插着它就能用，就能够用、啊、对、嗯、然后你可以随时改位置，比如说哦，你家里有小孩有狗，那你就它在哪边就放哪边，那就好。可是你看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台哦，这一台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我们之前看到现在很多那种新闻都会用监视器画面嘛，但监视器可能都是卡在墙角上，你没办法这样自由移动，它就可以像刚刚阿达讲的自由移动。而且呢我们现在人在棚内哦，可是咸鱼爸马上可以看到你们家的状况对不对？对、嗯、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好不好、okay. 我们就看到其实可以透过这个 iPad 啦、啊、还有透过一些手持装置，你的手机上面呢也可以一次就是装很多个嘛。这个是、oh.你家的哎、欸，狗狗不见了、欸，女儿回来了，对不对？现场的状况，我女儿回家了。女儿回家了，哎、欸，啊，狗狗在这里，对不对？对对对，狗狗在这边、哦，对。狗狗在这里，所以现在马上可以看得到现在的时间，我们录影时间哦，家里的这个状况，对不对？对。对好，那此外的话，其实它不只是这个功能哦，像是你是现在这个是家里嘛，对 对, 对。但是你也可以看其他的地方这样子。对，是。嗯嗯，好，没关系，我们先爸爸这个拿到我们电器这边前面来，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好，那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应用它最多可以监控到几台啊？其实它可以从单机就可以运作，或者是后面接了所谓的 NVR 的系统，是、嗯、它就可以接到6只或者甚至更多。哇，你看你家全部被我们看光光了，对不对？哦，没有，上面是办公室的，这边是办公室，对对对 对, 对。哎，那这里呢？这里是？这是办公室的门口。哦，要是有小偷在那边走来走去的话，可能就可以被抓个正着了，对不对？是的。OK， 好、嗯，那这样呢，我们来看到哦，就是哎，我们现在呢来得到这个位置这里哦，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啊，它这个大概价格要多少钱？这个从目前最便宜从2000块左右到6000块都有。6000块，不同的机型差这么大，有分有线、无线，嗯，还有就是它的解析度，就是 VGA 或者是720P， 或者甚至更高。嗯、哦、嗯，所以说其实搞定毛小孩有这么多这个东西哦，但问题是呢，你能够搞得定北韩人金正恩吗？稍后出现主播要带你来详细了解了。